佢呢個真係咩料啊？你？旺角亞街老街近大新生活超市對開街頭，星期一下午開始，一名女子坐在街頭旁邊擺上一幅寫著賣身葬父字眼的字牌，惹嚟途人側目。星島頭條記者上前試圖查詢是否需要協助。有乜嘢要幫手啊？咁樣，但你話寫賣身葬父啊嘛？你沒有錢，你過來跟我說，你把錢拿出來呀、啊！你要多少錢啊？30万啊！30万？對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要30万、啊、我妈说她要30万，为什么你非要过来问我啊？我妈说她要30万的、啊、不是我啊。入夜之后，现场有几十名途人围住去查问或者拍摄。其后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，有人声称要报警处理。女子听到之后，即刻收起 iPad 和告示板，原地蹲到离开失去踪影。